大家好，我是 Cindy，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 Cindy 夜话 JDBC 系列视频课程。本次课呢，我们将要学习的是 JDBC 如何来更新数据库表的记录。那么上次课呢，我们是学习的如何插入，那么这次课要学习的则是如何更新。那更新跟插入在哪里不一样呢？首先不一样的肯定是 SQL 语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 SQL 语句改一下 string SQL 等于，这里我要修改的就是 update dpt 表60的这个 dlem 吧。好， update dpt 表 set dlem 等于问号 where dept number 等于60。 OK， 也就是说我把 SQL 语句由 insert 改成了 update。 接下来我要做的是什么呢？给参数设置，因为是带参数的 SQL 语句当然必须使用 prepared statement。 那么 set string 因为问号只有一个，那么把它改成 test 111吧。好，当我修改哈执行这个语句，依然是请大家记住，当我执行的是更新的时候，跟插入一样，我一样调用的是 statement 对象的 execute update 的方法，返回的依然是整形。只不过呢，插入呢，一条插入语句永远只会执行啊，返回一行记录，就插入成功一行。但是呢，更新就不一定仅仅只会影响一行记录了。那么如果不等于零，就是更新成功；如果等价于零，代表更新失败。好，我们来执行一下。哎，你会发现真的很简单啊，我们只是在上次课的代码中修改了 SQL 语句。好，其次我们稍微修改一下这个判定更新成功的条件就可以啦。哎，这里报更新成功，那么我这里查询一下看看有没有更新成功呢。哦，果然部门编号为60的 dlem 由 test 改成了 test 111。 好的，这个就是 JDBC 如何更新数据库表记录。哎，你会发现原来 JDBC 都是用同样的模式来实现哈，步骤是同样的，只不过呢 SQL 语句和是否是查询语句会有对结果哈有很大的影响。如果我发送的是 SELECT 的查询语句，那么返回的结果是一个结果集对象；如果我执行的是插入和更新，那么返回的呢是int 类型，当执行这个 SQL 之后返回的是 int 类型。好，那么到这里为止呢，本次课的内容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次课再见。